者冯一鸣台北报道，今年是美国服饰品牌 Brooks Bros 2000周年纪念，香港男演员胡仔胡天乐也正式成为品牌形象大使，为此他还拍了一系列照片，阐述品牌里程碑。胡天乐从影以来参与过80多部电影演出，私底下寡言，敬业的他曾经荣获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主角奖项，他本人也相当热衷公益，由他捐建的小学数量高达90多间。这次当上品牌大使，胡天乐兢兢业业地为品牌拍摄了纪念短片。拍片当天，胡天乐说 CLASSIC 不应该有时间限制，无论100年或200年也好，透过不同穿搭凸显自己的个性，散发出时尚气色。因此他尝试了航海元素的运动夹克衫、扣领衬衫 original polo button down oxford 及反向条纹领带和经典正装。除了情故天乐演绎经典优良及传统元素的服装造型之外， BRO Oaks Grove 也从即日起到4月30日举办脸书 Brooks Bros 2000年六大小绵羊大赛，以照片来庆生。投稿照片只要出现门市橱窗 LOGOBROOKSBROTHE 字样、金色小绵羊吊饰，或使用脸书拍照功能中的 Brooks Bros 2000周年特效框拍照，就有机会获得礼券。胡天乐成为 Brooks Bros 区域性男装品牌形象大使。 Brooks Bros 提供胡天乐天生具备绅士风格， Brooks Bros 提供胡天乐本人热衷公益，捐建不少小学， Brooks Bros 提供